团体东方神起即将在五号举办首场台湾演唱会，而前一天的彩排一点也不敢马虎，每个人都尽力排练。除了台上的东方神起团员练唱不敢马虎，工作人员也忙得不可开交，忙进忙出，除了固定舞台架设，还要爬上爬下控制灯光的亮度以及测试麦克风，一点都不敢大意。而巨大的舞台中央还架着大大的亮板，不时播放东方神起的 MV 表演图片，场内光芒四射，而场外更早就聚集了许多歌迷，打算彻夜守候，就是希望能有机会抢先一睹偶像风采。从亚太影展开始就开始很期待。哦，我是来自嘉义，专程上来看东方神起，连续看两天，对，然后追到他们出回去到韩国。热情歌迷的支持，东方神起绝对感受得到，接下来的正式演出相信一定不会让台湾粉丝失望。恭喜你，欢迎你。今天新闻江志成综合报道。